照的，都是随随缘的。因为今天收工啦。
渴望挺好吃的。对，点点应该还好吧。我在这组里从来不谈生意，我从来都是一张支票抽在那儿。谁卡了？好了吗？但是那只是许老板，也不是我。直播都是干什么的？吹牛用的，好吗？给你们看看我平常在车里面都干什么。我平常在车里面就推着。
要给点点加戏，到剧组打工做演员。点点肚子没有，贴地还差那么一丢丢。我觉得我以后就会靠点点活了，我就干完这两年吧，然后就得靠点点，让点点给我赚钱，我就在旁边给他数钱。我先搞一个派立得，我回去搞派立得，然后我买一个派立得，买一个胶片，然后给点点拍派立得，出点点派立得，好吧。握手券，我怕这个。点点签名，就这个我跟你讲，那这签名费老劲儿了。点点最近也钻我被窝，突然钻，然后钻一会儿嘎叽嘎叽又挠两下又跑了。然后让点点录自己的专辑，正好给他录一个，给他写首歌，然后还要给他拍 MV， 出国点点就费点劲儿，我这个经纪人就在国内拍拍得了。狗狗合唱团，我就只有一个啊，一只猫。我们家点点现在跟两个人定亲了啊，跟两只猫定亲了，跟小毛线、小毛球，然后还有跟 Q 米。戏就要把点点带去阉掉了，点点还能做男孩子一个月两个月，没几个月了。点点现在5个月了嘛，一般到7、8个月差不多就可以阉掉，在他没有发情之前嘛。然后要把它带去化学阉割嘛，就没有几个月了，倒计时吧。那定亲就是定玩伴而已啊，谁说定亲就一定是要以后结婚生子在一起啊？再说了，结婚还能离婚？我。不要不要，大家不要听我的，我灌输的这个思想是不对的。点点应该就已经被医生带进了手
要去哪儿了，发生什么事情，妈妈找不到你，好着急哦，妈妈好难过，你去哪里了，吓死妈妈了。我连剧情都想好了。搞笑啊，而且我觉得就是点点他现在还小，我那天翻了一下他的肚皮，我觉得他还能再长长，我觉得他还是个宝宝，我都不忍心带他去化学阉割，我觉得就他我想他应该没法请。为什么绝完育之后就会自闭啊？因为他们本来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本来想说要不要等他，等他就是传宗接代了之后，我再带他去绝育。但是如果他传宗接代过后，体验过，然后我再把它咔嚓咔这个呀，然后他会不会就抑郁啊？所以我在想，在他传宗接代之前就直接。才去绝的育，然后绝完之后就抑郁跳楼了，猫抑郁死了，是跳楼了还是死了，反正猫死了，八个月的时候就被我阉掉了，而且什么东西都不懂。你的问题，我没有。这条隧道略微有点长。
睡觉吧。平常这条路上我都是在睡觉的。我出国不带点点走啊，我出国的话就把点点放回宿舍呀。好了，我们之前聊到哪儿了？我们要继续吗？那聊到猫跳楼了吗？聊做菜，你们作业都没交呢，凭什么我就不继续交了？就拿调料这么做那么做，对呀、啊。上锅放热，买，没有就买，有的就做，然后都扔吧锅里，对。正在质疑我吗？我真的会做饭，我只是说我不会做很复杂的饭，我只会做很简单的饭。番茄屁股过，但是你们不知道吗？所有东西都是要去屁股的，难道你们要吃屁股吗？香啊，那你就像你们吃什么东西，就恰到去尾啊。黄瓜哪头是屁股？黄瓜没花的那头是屁股。我分得挺清的，有花的不是尖尖吗？有花的是屁股吗？
猪肉卤面你们不是有人做了吗？好吃不好吃你们的味道吗？味道你们自己尝了没有啊？我说的是对的吗？你们做了，做了不好吃啊？你们按照我说的那个做的吗？太甜了吗？太甜了，不可能啊！我一般做出来都偏酸哎。西红柿是酸的呀，所以是我隐瞒不住了。哎，我的特级徽章，我的章，我的章，我的章。特级厨师，看你们一起被耀眼闪瞎。我的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是隐藏不住了。我的章，我的袖章，红色的。我光，你看圣光，发着光的，有啊。直晕车了，我的天！特级厨师小当家，这儿吗？石油是吧？对，这儿发生，那是不得了，这儿炸了，谁都别逃出去了。禁止烟火啊，各种什么东西都禁止了吧？有点火星子的都要那个去掉吧。所以他在那个外环里面就不允许放那个烟火。本身他就在禁止。吓人，反正害怕。像这里的房子应该都很小。那我不敢在这儿住。你便宜卖我也不敢住，我怕死了。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火山一样。但是说在中国，就是在石油厂旁边有房子卖给你，很便宜的卖给你，你住吗？我就想了想，我不住。大家都怕死，哪个说我在北京有房的？我的天哪！借你吉言，我也希望我在北京有房。对啊，就是如果是我，谁家住在加油站楼上，后门是石油仓库，我能问一下？能记住呀，你家在哪？哪个？太可怕了，大家。旁边。大家，我挂了，这次直播结束了，我再不挂掉，因为我已经到目的地了，再不挂掉我就暴露出我在哪了。大家拜拜。我已经到了我的，拜拜。
拜拜。啊，都拿好了，拜拜。